家，听着闹钟滴滴答，看了手表七点半，起床去把牙刷刷。昨天工作没做完，不想接领导电话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喊了声妈妈。我真的不想再去多说，不要在我耳朵旁边啰嗦，工作会做好的，钱也会赚到的，现在我只想躺进我的被窝，只想睡觉，什么都不考虑，只有休息才能摆脱焦虑，我的床才能让我提高效率，我的文件就让风给你捎去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今天中午吃啥呢？吃饺子，吃肘子，想吃肉，想奶茶，想我想的美，吃馒头，吃榨菜，吃领导当头一棒，领导过来说我打瞌睡了，我废了，我明明真的有在工作了，只不过是在梦里，任务也会通过的，只不过丢在风里，坚持才是胜利，年轻人必须努力，领导你别生气，给你讲讲我的故事。寒风吹进我的家，听着闹钟滴滴答，看了手表七点半，起床去把牙刷刷。昨天工作没做完，不好意思接您电话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喊了声妈妈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生活，我受够了活得不自我，我受够了这样的生活，我受够了活得不自我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上班一点不开心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把我故事给你听。